姥姥，你洗树根子干嘛？你小子真傻，这是山芍，你没吃过吧？这不就是树根子吗？能做什么好吃的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非得给你上一课，做好了你可别吃。姥姥，这东西这么滑，怎么吃啊？待会姥姥做好了，连秋裤都少穿两条。哼，那我看看有这么神奇吗？姥姥，你这到底做的什么啊？还加牛奶？姥姥给你做的软糯香甜还热乎的酒酿山药啊，听着都不错，肯定很好吃。姥姥，你怎么用竹筒蒸啊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喜欢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哇塞，姥姥这看着好好吃呀！来尝一下什么味道。好。姥姥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